朝山先生代代勒河马，我有该书记个，我叫名哪里勒萨里，我来海呀内来，我读书读到中学毕业，我去吃饭，我有一个仔十岁，两妹一个女三岁，我孙会考，我今年三十三岁，我个身个矮。一百五十一厘米，我个地仓系五十一公斤，我有工作经验系春冬五年，从工厂屋企扫地抹地洗衫，冬米台湾新年照顾宝宝七十岁，冬米照上米上从工厂屋企。我识少少讲不懂话，我识追中国上青鱼、青蛋、波竹、波冻。我识做嘢真讲真恶嘅，梳地、抹地、当买当衫。我唔识追肉，但系我会追猪肉。我识照顾 BB， 照顾小朋友，照顾老人家。我想做嘢喺香港。因为我有很多地震，被我自己当买屋企人，唔该晒先生，代代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